要换偷东西了吗？完全乱讲，这是不偷东西哦，这是越货杀人。我基本上那个游戏的普通模式快通了，我真的觉得那款还蛮好玩。我昨天玩的手感还不错哎，认真讲。做角色，我可以算一下多人连线吗？也要有人连线才能多人连线啊。干你老师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我要了，这个匕首我要了，我想一下怎么杀他。等一下，多见了。一等一定是打不太赢那个的，打不太赢老板。因为找一下有没有地形可以杀他。可以啊。拔掉啊！等等，这把不算，这把不算，这把小意外。拍谁？拍谁？OK，两把烂装备，不需要搞。魔幻301，安安，好久不见。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名字想到什么？魔灵一加三，冒险有靠山。我只想 Q 这个键，Q 这个梗。我看今天能不能把这游戏通关。好呀，哎，这不能站吗？我知道怎么上。
哇，少一件装备。先讲解一下这个龙怎么打。这个龙基本上无伤，无伤通关 100% 无伤这条龙。找个有水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无伤通关。吓我一跳！这条龙就是这么简单，因为它打不到在水里的，水里云里。又 baby 不是这种游戏，就是要 baby 才会通关的、啊，也不算 baby 啊，我们这个就要利用游戏机制。这把好像有料，有 ，OK， 因为他现在可以，他现在可以堆叠上。那篝火会升级我的装备是不是？哎呦哎、欸，有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被刺死了？哎呦 ，trap！ 哎呦，但这个面具其实在初期算不错，但是这个二敏的也不错，二敏二一粒的这个，只是跟他打有点不划算，因为这边没有很好无伤甲。这游戏最珍贵其实是 HP 疫苗。因为 HP 好摇，那把乐乐丢出去了，麦哭麦哭。麦坤，肯定麦坤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我要摔死。哎、欸，我这差小。OK， 打王，这只王也是虐杀，示范一次。其实我不知道选择打那个隐藏 BOSS 跟打普通 BOSS 有差别吗？认真讲，括号认真。啊，恩代世界啊！
哎呦，德德死了。哈，我刚才丢过去把他杀掉了。靠腰，少五滴血，每回合少五滴血。应该是不太适合玩动作类游戏啊，我感觉。我有一种 feeling， 你知道吗 ？I got a feeling。Got a feeling， 但是，我刚有升等吗？好像没有。不行，我发现我一直在这个无限轮回中徘徊。一直在输输输输输。啊，我随便戳一戳，没想还真的有。我要忘记。这什么陷阱房？进来就一个蓝色卷轴。他这个，没事。这里是可以杀老板，这两件装太废了。为什么会有时间差？还给好多血量。这底下哦，这底下有路。这游戏的隐藏洞窟真的很多。下面 number。这一关的 range， 他做的 RNG 其实没有，有好多好多好多奇怪的怪物，好多奇怪的陷阱。就带不上去了。小偷手套，这个还不错，有我是比较喜欢有活力的。一在底下，因为这游戏的血量取得不易，毛不易。
是比较喜欢你，谢谢谢谢 TTS， 但我不是假假，谢谢。鉴定。充满魔法地铁。狂暴症。哎呦，靠！这个鞋子超强，这鞋子超强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杀这个家伙？想一下。暴政了，不用水也是可以轻易的秒杀啦，这边就是示范了一下。OK， 看好路了，准备把老板给干掉。我发现干掉老板才是这游戏的真谛，你知道。你啊，为什么他那个爬墙没有攀到啊？啊，我快中了！为什么？行了，我一直在前面耍笨死掉，还是应该我要打更稳一点。今天通关，对，今天通关，不能心态要稳。心态打击，这些怪想对我心态打击，门都没有。
这游戏的这个很判定很那个，很怪啊！贤者长袍。这游戏抓的判定很怪，我只能这样想。我个人认为，抓强的判定，因为他其实这游戏是有延迟的，应该说我光看拉弓与箱子那些的就知道他有延迟。短弓欸，恶名短弓。他不知道装备怎么用，装备的武器不知道有没有篝火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升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哎，看来我应该选匕首的，那伤害差很多。加一防，把它选一个那个的，是什么？厌食鬼鸡。我还不能扁到他，哎，还要换个地方跟他打。我想看一下我这个地图保护是不是有趣，是不是有保护？哎，我有第一次保护，我现在发现。好。哎，还追中毒。我会比较喜欢先把这些开一开。
要蛋。有这尖刺会一直想踩。应该是冲的。啊靠腰啊，按错键。哎，完了。好像想重来了。但我一直耍笨欸。该找保罗兰了。在那里先才刚输两把。输两把还能继续打那游戏吗？要止损，少回五滴血。You are so big， 你喜欢吗？不喜欢。我喜欢 KYO， 因为他玩起来蛮爽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楼梯下好了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在你的台连个 VIP 都没有？明都是六年老爱宝了。因为你连个订阅都没有啦，去你妈的！你以为没看到？讲的好像你会给我钱一样。对啊，我都给鸡巴烂钱了。完了！等一下，我先认真跟那家伙对局。上面是什么小？怎么有人站在上面？完了！还出走熟时不能靠近。等一下，地方比较好打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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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人蛇害的，那我的钻石呢？你知道钻石的东西代表什么？等一下，学者的来历，对认真贡献获得更多奖励。不是，刚刚有两只怪，知道怎么打了？啊！想当初还帮你喷人。
不是，他那时候，我要再讲一次，你帮我喷人喷那么一次，你帮我喷人喷那么一次，然后就可以讲讲好几年，这是怎样？干古仔哦。很好笑，打路打到被追杀，那有人就是嘴臭啊。谁叫我当时那么强？我现在打路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我现在连白金都打不赢。哎、欸，波加四是这样。只提当年勇，跟你说啦，我现在连龙都不怕啦，这个龙有种过来了，他直接抽霸哎、欸，来，哎，就这，真弱。我现在最开心就是扁这个龙，这游戏才会更新吗？甲乙丙丁冒起更新，我给你五分。啊，等等。邪恶敏捷，那我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要先做篝火？完了，我没有这个打到绝标，这个打到绝标，所以我们先升匕首，因为没有伤害，画地图。哎，我这边没有用到我的天赋加成一下。哦，这是鉴定，敏捷鉴定。哎、欸，我是不该再喝药水的东西，认真讲。要打怪只能两滴是怎样？我这个敏捷减印之后打怪只剩两，啊 ，OK， 连个箱子都没办法一刀捅爆，真的不该断乱喝药水，吐了。不行了，我先开鉴定的。换成刀。那个匕首可以算白点。要全部改成力量。其实我不知道老板到底能不能用真的单挑而已。
不用地形卡，就把我打得很不爽，我要去死了，我要去跟这老板测试一下伤害。大哥，下午好啊。它有些墙它不会下，你知道吗？像这种的它就上不了。Beat run， 我去哪里啊？今天心态没了，不皮了，不皮了，今天是认真要通关的，不是，真的不是来玩。啊，硬直好像只会硬直一次。不急不急，不急不徐，先去上面领东西。
给老板没有好料。他至少还有两条词缀以上，我才会用。德鲁伊披风，绝不烂尾，这把绝对认真，绝不烂尾，真的绝不烂尾。会偷，一减一可以接受，其他的先不动，要求都不够，卷轴可以用。然后，哎，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怪物，怎么输的？先看一下，暗影大人。哎，为什么攻击这么高？啊，为什么攻击这么高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为什么攻击这么高？我开挂是不是？40哎 ，What the fuck？ 啊，为什么我攻击变到40？是因为这个吗？我剩一滴，靠腰，我看到了。干，那这个披风爆烂欸。靠腰。干嘛玩那个是不是？啊，这场是玩心跳的，是不是？心跳局 ，OK。快被自己气死了，起司！我快被自己气死了，不行！谁得上我身？不行不行，这把认真，绝对不能再输我。我至少要到第三大关，至少要到第三大关，我不能再卡在第一关就死掉了。
一刀，fuck！ 完了，省了九滴血，我省了十五滴血，非常痛苦。傻小，今天怎么一只蝙蝠？OK， Faker 上我真。哈哈，真菜！这把打完你们就知道了，这把就是认真局，绝对通关。我不能说绝对通关，但是绝对认真。哎、欸，忘记开箱子了。这把也可以开。这个药水绝对不喝。绝对不皮。因为有这个的话，就把这些衣服穿一穿，然后足够鞋穿，双保护 ，OK。靠腰，被诅咒了。靠腰。没事，这手套没有加力量 ，OK， 忍住，忍住悲伤。这个好像是可以
给他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给。我不知道怎么给他，所以围巾。哎呦，这个不错。这是什么火影啊？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火影，因为我现在主要是想玩力量。先把东西敲一敲好。我想想，活力史迪杰。不行，砍价。好，要拿到一把飞龙 ，FW。他先耍笨，没有带小妹妹进去。这可以几个卵？四个。加死亡保护啊！那个水不乱喝的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加力量。我是学者。OK， 直接先打王。哦，这是附魔的。哎、欸，哦，附魔可以直接把它取消掉、欸，哎，哦，我第一次知道。阿皮对，
没有发现。OK， 稳中稳。我跟你说，我打这个现在真是稳中稳。这把就是要吃鸡血。可是我的剑石快没了，我刚才为了打稳，哎，完了。我是败在这个手下，冒烟的陈星锤，加二力量，那这应该比较猛，因为我现在，我现在是吃力量。完了，我的血好不容易省下来的。晚了，108，这些钱要拿去补血了。我是有一个死亡保护啦，但是最好不要用比较好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，我记得下面有一只鸡呀。你说这种游戏就跟马里奥很像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才想到这种游戏就跟马里奥很像。